Hello， 大家好，子又要跟杰森去拍片了。那他跟我说，刚刚才经过倒瓜厨，非好奇倒瓜厨什么的话，可以去 Google 一下，就很好奇。然后他去完倒瓜厨，然后再约我来基隆车站要干嘛？现在我要去找他，他刚刚叫我不要走错路。明天的马祖行程准备开飞，搭到那边早上六点。我不是上次放鸟你，那这次是因为工作关系也找你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到本岛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次去完之后呢，那个麻辣锅就还是会耍哦。到本岛之后，反正呢，我们的机票钱、船票钱、住宿钱，我包了。哇哦，太棒了吧！这是黑不是啊，不然要什么？拿个小公仔打发你，这样我就不是那种人哦。要做就是做整套的，做全套的啦，你不做半套的啦。对。所以你看去岛光，除了做全套还是半套？好，而且这一栋也更新太多了吧？而且是无限城嘛。刚进两个有种感觉啊。新设备。没有，是很久以前买的那个头挂颈圈啊。对，我觉得很。哎呦，玩这么重口味啊，晚上。这样子你要第一人称哎。哇，好刺激！经典第一人称哎。怎样？没有，我是觉得你这个讲话可以。哇，有别人你很尴尬是不是？我就故意让你这位你很尴尬。我现在就是人不要人天下无敌状态。有了1890两张成人票。我在一边捡吃医师老熟的哦，他到时候看我吃这些东西，他就会发飙啊！他就说：“按，就是叫你他妈吃健康一点，养生一点。”健康啊，你看健康，番茄、面包、黄瓜肉、黄瓜，真的对啊，那也不健康。营养均衡。哎，沙拉就是把这些东西拆开来而已啊。对，那合在一起变垃圾食物，没道理，没有逻辑，也没有逻辑啊，真香啊！OK 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影片是先从马祖开始，就是因为我们杰森接了这个工作，做了好多功课，真的是好厉害啊！我真的觉得，我其实很讨厌接业配，就是觉得要配合这些东西好烦。你到底为什么要接这种？不牛，为金钱而下跪的男人，我也是。没有，为不下那个，为、不下那个，为五斗米折腰，陶渊明，但是不为五斗米折腰。那为五斗米折腰是谁？没有，大家都为五斗米折腰。靠北，我刚刚想说他们这个拖鞋很赞，有点木屐的那种感觉，还可以干去日本穿这样子。结果呢，我穿到这个是小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刚刚说你想干出去，我以为说干去吃蛋，干到马祖那边可以穿，结果想不到你是想要干到日本也能穿。对啊，拿回去穿都穿。你堂堂拥有三台车的男人，不要瞎掰好吗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带着夹脚拖啊，你知道从哪里来的吗？从那个我上次去垦丁住那个什么 H Hotel，H 什么东西的饭店的。这也是干来的。对，这也是干来的。没有啊，这他说可以拿，我那时候还问他，请问那拖鞋是可以拿带走的吗？有点意思。什么有点意思？我们这叫节省，好不好？你叫 Jason， 我是杰森啊。可是饭店的拖鞋，我印象都不会很好穿。哦，这个很好穿嘞，这高级。看这家巧拼嘞，你不要耸动嘛，巧拼好不好？这很像巧拼，自己看像不像巧拼？很像小时候我爸拿巧拼起来帮我做把戏，很好玩。好，什么时候开始拍你的东西啊？啊奇怪，那工作。拍拍干片就算了，是因为有干爹嘛。那我们这次其实拍得非常认真。你去看今天那个影片，我们其实在前后来回拍了4次、5次，然后等一下可能还要再拍个第6次也说不定。这就是日常啊，大家比较没有看到这一面。他非常非常认真，这给他赞。哇哦，这次有没有海豚呢？啊，海豚啊，我们这边你说上次搭地心游轮那个吗？对啊，不是蓝鲸啊。蛮屌的，我觉得这个价位其实可以接受，就还可以啊。这地心游轮上面这种东西一个就几百块了。我只跟你讲，那个时候我大概付220含税，我喝两瓶饮料吧，200。对，它还含税哦。对啊，我喝两瓶饮料220啊。我只能说我们在立新园当盘子，立新园才真的盘子去，我这辈子不可能搭立新园，如果我在搭，那这些人就在搭。
OK， 杰森开启了这个情趣小夜灯，然后整个房间的环境就变得非常的暧昧不明啦。然后他刚刚非常庆幸他有带电脑，因为我发现连上这个 WiFi 呢，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。他说可以传文字，但我刚刚连上 WiFi 之后打了几个字，都传不出去。至少他有电脑可以过片，然后我有电脑可以剪片，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我只能说真的非常的棒的。这个床上趴着还蛮爽的。对啊，其实就是蛮，虽然说有点晃晃，但是因为它不会到太软，有点硬的墙起来比较舒服，不要叫全硬，但是稍微有点软度这种。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硬啊，就是硬一点。然后你说你这样，我喜欢这样硬一点，不会太软。哦，对啊，我也是比较喜欢硬一点。过软的话，你们喜欢谁刚叫的？我的手机啊，哦，跟传出去的。有。对。对。那这个这边在海上很奇怪，反正我一下网路一下两格啦，然后一下没有，然后一下有两格啦。我现在不是 WiFi 连上线，是网路连上线。你现在是用自己网路传过去的？对啊。很怪哈，因为在船上会有这种状况，所以等于是我们在这边都没办法干嘛，所以难怪那些人都要在外面聊天。看外面走过去，我吓一跳。真的，然后看到你的脚在那边动来动去，很逗趣啊！很可怕，关起来，过啦！好啦，等一下我们应该就剪片，然后拉塞，然后大家吃个泡面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老实说，我现在是有点想睡觉，不然我大概是睡觉好了。没问题。那睡醒之后大概就到了啦。反正就这样子、啊，这样怎么的啦？又怎么了？这个很糟糕，你知道吗？我爱吃这个，那我等一下再回房间里面吃。现在看只能吃我们这个泡面。有，你回去里面做你在做的事情。我在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没有，我想看你吃面。哦，不用啊，你为什么要看我吃面？我就想看你吃面啊，怎么样？又奇怪，又奇怪。对啊，又奇怪，奇奇怪怪。看着你啊，含情脉脉呀，含情脉脉。对啊，只想看着你。你做乜人嚟噶？你个懦夫！你不要再 run in 了好不好？这是震惊用的片段，没有在 run in。OK， 我们现在泡完泡面了。那他刚刚呢？还追了出来，然后他也没拿泡面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这坐起来是真的很像在船上的感觉，像坐在房间里，像这种民宿啊，这种东西。对啊，我觉得差很多。对啊，这也蛮有 feel 的。OK 啊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一点了。那刚我在外面吃完泡面，那杰森等一下要继续拍他的业配影片，他现在出去泡泡面，等一下回来就吸个两口，然后就开拍。那今天这个干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这个影片应该是最后才会出的，因为主要还是以他的这个影片为主啊，这我不能先曝光。我们到时候马祖之后再见啦，拜拜。抓小，怎么抓小？别害羞，别害羞。哎，别靠腰。